应该准确的讲，我现在能够取得这些这个成就，还应该属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。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机会和机遇，所以呢，这样讲还应该感谢邓小平同志。主要是地少，收入不行。我们这个地方就都不行，除了当官的能行。啊，当官的人家干干胡胡闹闹就行，你这老百姓你就不行。你赶紧收拾你的活，你他娘咋的？冬天的时候这里有蚊子。啊？这个冬天不冷吗？这个蚊子还没闹呢。哎，姐，找汉军就行了，就知道了哈，找我。搞出道了。公平嘛，也肯定自己心里觉得不公平，因为那啥，比我们技术差的，或者是那什么的，都上班了，我们干了十几年的。那啥，本身在工作岗位干的也不错，结果弄了个下岗，那心里肯定觉得不公平。现在工人阶级领导不了一切，现在就是有钱有势的、有门的领导一切，真是的。